那我们来吃一个南瓜，很喜的。南瓜，脆脆的，很好吃，脆脆甜甜。它的世界呢，一个关键词是清澈，就像在一个冰的世界里，周围全是透明的，所有都是透明的，晶莹透彻，非常美丽，非常纯净，像雪山融化的雪水。他的性格哈，那边看到一个穿着古装的，37岁的一个男子，然后从一个白桦树的树林里面走出来，但是他的性格吧，是比较内敛的。怎么感觉我吃到的都是饮食啊？吃完这个，然后我们来连线哈。今天就差不多吃饱了。今天呢，没有昨天直播时候吃的多的一个原因就是，开播前我吃了3道的豆腐，凉拌的，所以很容易就饱了。今天吃的是日本豆腐，但是没有鸡蛋的那种，就袋装的，买了3袋，一袋的话是1.2块，然后凉拌的，那南瓜就吃到这里了。